暑期也是旅游旺季，咱们先到贵州体验一下好玩的民俗旅游项目。 这几天，贵州平塘的老乡们正在忙着耍水龙、过水龙节。节日现场，九条水龙沿街舞动翻腾，市民游客纷纷用瓢桶、盆、水枪等尽情地向舞龙者和龙身喷水泼水，鼓声阵阵，水花四溅。咱们都从重庆过来的，没有？因为我去年来玩过，然后今天就带他来玩，带了很多朋友，带了10多个朋友过来，特地来感受贵州这边的那个民族的这种气息。 耍水龙是平塘布依族特有的民间习俗，每年节日期间，当地群众都会水龙巡游，大家互相泼洒吉祥水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